集团作战命令，要求我部转入一级战备。像这个战备拉动的话，我们目前已经形成为机制了，每个月至少要组织一次，目的也主要是提高官兵的这个敌情意识和这个迅速的反应能力。因为我们这个装备是面对强敌的，突出强调要快反，所以我们是从战备拉动这块，一个是提高我们的战备意识，同时也是提高我们这个武器的快速反应能力。